是接收到短信来这儿吗？对啊。这凳子没动吧？没动。能有什么线索吗，云哥？以我录节目的经验来看啊，没有线索。某人我多么老泪也某发失败队来花无百日红后面那句呢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看他上你也不知道这句话师傅师傅同学们好师傅好老师好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哎，曹鹤阳同学不在吗？曹鹤阳在那个冷板凳上冰一冰。哎呀，沧海桑田，天下的事情难说得很，于老师。哎呀，多快！玩游戏玩得最明白的，就说是最聪明的一个科学家啊，淘汰了。哎，但是我还真是看这俩队挺高兴，每个队四个人，你看都不短。您别吓我们，这是我们新进的队员没通知吗？这不是服务员吗？哥给。突然间，我们觉得我们队的压力好大啊！冰冰，压力有没有？有啊，因为你们现在剩仨人。这个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如果要是赢的话，还能扳回一局来；如果要是没赢的话呢，你们这就就地解散。确实有点严峻了。但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啊，听你大爷怎么举这例子。比如说你岳哥，要到你们队了，帮助你们演出。哎，这不能这么说，师哥啊，人凭什么就上他们队去？比如说，你岳师哥跪在那儿哭着喊着求你们，收留他来给你们帮忙，跟我握手就行。但是就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我要。你想好了，你得为人家来不来？对，你想。我可以跟你好，兄弟，但是我没有辈儿，知道不？最后给不了我分儿。我不在乎辈儿，我就在乎咱们哥们儿的情谊。哟，我并不在乎情谊，我是我得要辈儿，我来了我得有辈儿啊。这个也不能平白无故的让他帮你，咱说事得讲理啊。这不是在下一场相声之前还有真人秀吗？哎，真人秀的时候你必须要获胜，你才能给人家岳云鹏一个理由来给你们帮忙。行，你有意见吗？我没有意见。好的，没有意见。那哥哥，你能让让我吗？什么呀？哦，今儿我们就让你了。干了。哥，您少说话，这已经让不少了。这个今天我发现有一个问题，之前你说你在一队，他在五队，这六队那八队，你们这么演，其实看不出什么来。但是把你们大家放在一起，放在一个秤上的时候，就分别反映出不同的状态来。对对。我觉得你们需要更好的约束自己，并且从艺术上包括整个团队的配合度上都要有一定之规。由此可见，你大爷启发了我。因为咱们这些人里边只有你谦大爷那曾经在专业团体做过演员，所以说我有这么一个建议，我们内部其实也可以搞一个级别制，根据每个人的业务水平他的能力给大家评一评级，你们感兴趣吗？感兴趣。完全这就不是建议，这是决定。您之前做过最高的身份，您在团体里边是几级演员呢？三级。啊。哎呀，这可发现这么大艺术家才三级呀、啊！出现了 bug。师傅，刚才您这劲头，我们一辈子学不来。因为这个劲头得配上你大爷。咱们这样吧，咱们就按星来吧。从一星到七星，哪个高啊？七星高、啊，那七星高呗，好不好？好好好、哎，来，有请我们的老前辈，来您呢？哎，您坐当这儿来，坐当这儿。搞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我们会非常严格的看每一个演员的资历。哎，好好的听听他的述职报告，这个关系到他之后的正确发展。嗨，小谷，请坐。啊，坐是吗？咱就顺着坐吧。我还挺紧张的。哎呀，师傅，请您跟我走。不要紧张啊。哎。请开始你的演讲。那个，我昨天晚上写了，但是我落在酒店了。你就这一次机会怎么办呀？哟，
你拿这也没当回事儿。我当回事了，师爷，我特意写了半天。你别师爷，咱现在是同志啊。这位同志，我确实写了，这是严肃的事儿啊。述职报告，昨天晚上我上午查了一下，具体什么意思，就是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成绩，其中还停，述职报告它有规矩有程序，知道吗？先得报啊，你叫什么啊？啊，你的性别，你得跟我们得讲清楚。你叫什么？我叫岳云鹏。性别是什么？男。哦，接着说。我今年36岁，进入德云社第18个年头。学历？初中。外语几级啊？不会。那么政府级的，和这个国际上边受到什么荣誉啊？没有，但是我当时出国演出过。你这演出是？自己联系的还是人家邀请？有自己联系的，有人家邀请。自己联系，那不算。啊，好，这个回来还得跟你谈一谈，谁让你偷着出去演出去的啊？我拿到过第2季《欢乐喜剧人》的冠军。那就算这地方台的是吧？对。中央台我也参加过节目，春晚。那是国家级的哦，这个得给他写上点。非常侥幸，有石师爷帮我们一起研究那个作品。他几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效果都非常好，深受全国人民喜爱。对，特别是今年的春晚，这应该感谢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编导组，给你们出的点子。也跟您聊过，师爷。我只是简就跟着瞎参谋，你表演的也非常好，特别是能把你这个节目。放在春节晚会的第2个节目，这个场口上，这不是一般演员可以胜任的。关键是歌舞之后，不能让它凉下去。对，得把现场的观众情绪充分的调动起来。不是所有演员都能应得了的。对，所以春晚组看重是孙越。不是哈，不能这么俩人合作、啊，也有你，也有你。我提议就是应该是破格定级。好。谢谢领导对我的栽培，我会继续努力。好，谢谢啊，好，谢谢。怎么样，紧张吗？太严肃了，这么吓人。我说我拿到过《欢乐喜剧人》第2季的冠军，然后领导地方台啊，那我们肯定就没了。大爷，您请过来。哎，请进，尊重门槛，没有那么高台阶。他眼神不好。哎呦，拿着材料呢是吧？很认真，态度很好，都绷着脸儿。我来德云社15、16年了，这个是我特别谢谢德云社给我很好的机会。我给我的师娘发的微信，我说师娘就是我们单位董事长吧，然后给我回的微信是。